我一直都想给你变个魔术，可是没有机会。 你们出生入死，机智勇敢，顺利地完成了任务。你们是优秀的八路军战士，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我代表军分区，向你们致敬，敬礼。建国，派个代表讲几句。张海，讲两句。我不行，快点。 我不行，好，怎么不行？上打鬼子你都不发怵，讲几句话就发怵了。出列。是。我这个人嘴笨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非让我说的话，我觉得孙泥鳅。 机场被毁是帝国的不幸，但更为不幸的是，武藤章大佐联络了几位将官，提醒陆军本部审查，质疑那些土八路为什么会以大和班的名义出现在机场。他们和大和班什么关系？这是在推脱责任，他们想把责任推脱在我们头上。守卫机场的新总士兵在接受调查时也辩解说，他们万万没想到。 在帝国鼎鼎大名的大和班，竟然是一伙土八路，这实在令他们难以置信。够了！龙战海和华勇班。 只是我大和班的荣誉。
我们已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害，这不仅仅是我大和班的耻辱，这更加是我大日本帝国的奇耻大辱。班主，我们要去和龙战海华永班决一死战，挽回大和班和帝国的声誉。此仇不报，我们无颜活在这个世上。班主，就请你带我们返回宝殿吧。 以银万作饵，引他们出来，像国际员一样，再打一次擂台，趁机把他们全部消灭掉。安住，请你下命令吧，我们立刻出发。不行，你们不要忘记，你们是帝国的军人，你们的身上肩负着神圣的使命。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保卫仙人铺，绝不能擅自离开。 你们不要被愤怒烧昏了头脑。难道我们就在这里忍气吞声吗？哼！我们不离开仙刃铺，难道我们还不能把他们引过来吗？司令，报纸送到了。哦，我看看。全文刊登了高桥的文章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 高桥现身说法，把他从轨变成人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，这对揭露日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。这也是对日本侵略者的震慑和打击。真没想到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高桥就被八路军赤化了。造成这样惨重的局面。 都是我的错，我无颜面对东条将军。石井君，你是我最器重的勇气，把刀给我拿过来。将军，您去吧，把刀拿过来。 今天把大家请来，是想开个诸葛亮会，听听大家的意见，集思广益嘛！啊，还有啥可说的？做梦都想回仙人铺杀鬼子，替乡亲们报仇。就是，大家伙这心里啊，都憋着劲儿呢。司令员，您下命令吧，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窝，谁能咽下这口气啊？哎，振国，你说说。司令员。 炸毁了敌人的机场，是给了他们很大的打击。可是，这只是治标，要想治本，还得要摧毁他们的毒气源头，彻底端掉仙人铺这个毒气基地，毁掉他们的天使计划。对，毁掉他们。看来大家的心气还很高嘛。嗷嗷叫。不过，光有决心是不行的，还要有周密的方案。上次振国他们从仙人铺侦察回来的情况是，只能。 从城门进入，怎么进？能进多少人？进去以后能不能控制住毒弹？能不能成功？能不能撤离？都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呀。要想成功，光有热情是不够的，要像上次打机场那样，设定一个周密的部署，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。班主，怎么样？ 将军同意您的计划吗？将军阁下，今天情绪不佳，我看还是改日再向他汇报吧。我是担心龟田上佐会阻挠，他可是个妒忌心强烈的家伙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他的。嘿。
杨司令。高桥先生，你想说什么？学人部和机场情况不同，哪里是毒气的生产基地，既有毒气的原料，也有合成的成品，甚至有的已经装备成了毒气弹，因此无法像机场一样用化学中和的办法。当然可以深挖填埋，但即使是那样，也只能是临时性的解决办法。那您的意思是没有别的招了？据我所知，仙人铺有七种毒气，有芥子气、瑞斯气，还有二苯氰肾、苯氯乙酮、光气、氢氰酸，几乎囊括了日本研发的所有毒气种类，分别以黄、绿、氰、蓝、茶等颜色作为代号区分。如果我们处理稍有不慎，就会造成极大的危害。如果是在和平时期，我们可以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，用科学的方法，用专业的设备对毒气弹进行拆卸和分解。可现在是战争时期，这根本就无法想象。我的天哪，这他娘都成刺猬，还摸不得了。欧阳教授，您的意见呢？高桥先生说的不错，对付致呕性的毒气，我们还可以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等简单的方法来降低预防，但是对付糜烂性的毒气，咱们还是缺乏专业性的设备。有些毒气只要在我们的防毒服上有一个针尖大的小孔，都可以渗透进去，足以致人死亡，大不了和鬼子一块死。八路军战士从来不怕牺牲，如果真需要我们跟鬼子同归于尽，我们都会英勇地冲上去。可是大家想过没有，这是在中国的土地，一旦毒气泄露，方圆几百里将寸草不长，我们的同胞将死伤无数，万万不能让这种后果发生啊。如果毒气随风飘到天空的话，会损害大气的环境，如果毒气渗透到地下，则会影响到土壤和地下水，破坏土地的生长环境，这可是遗害于子孙后代的大事啊。哎呀，高桥啊高桥，你说说你啊，你咋就能研究出那么些个缺德带冒烟的玩意儿呢？啊，对不起，现在看来只有在不使用武器的情况下全歼日军，到时候把毒气弹埋在地下，等把小鬼子赶跑了，解放了全中国，再请专家过来解决这些问题。我报名，我一定要参加战后的毒气清理工作。高桥先生，欢迎你，你是不可缺少的。振国，你说一说，怎么能不使用武器全歼敌人呢？有什么具体办法？还没想好，这第一步怎么进去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要是搁以前就好了，仙人铺里有现成的地洞子，我上次和队长回去侦查的时候被填死了。怨谁？还不都怨你，非得钻个地洞子进去杀鬼子，你解气了，现在可好。哎呀，行了大师兄，这谁也没长着前后眼吧。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地道重新挖开？不可能，地道是小鬼子用洋灰灌的，要想把它挖开必须用机械，可是一旦弄出动静，咱们就会前功尽弃。王参谋，饭已经好了。哎，司令员先吃饭吧。好，大家先吃饭，都静静，吃饱喝足一定会想出更好的办法来。走，吃饭。鬼田君，啊，尊座阁下，请坐。嗯。鬼田君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能够一举歼灭花勇帮，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。花勇帮？是的。尊座阁下，我们的任务是保卫田氏计划。我们的岗位是在仙人铺，这里只能守不能攻，所以尊座阁下的意思是？我知道我们确实不能离开仙人铺，
所以要想一举歼灭他们，就只有一个办法。正做扣杀时想把敌人，没错，把他们引过来就得歼灭。不，正做扣下，你疯了吗？我很清醒。正做扣下，请原谅我直言不讳，你的这个计划，不，这不是什么计划，这简直是个愚蠢的行为。愚蠢？那你告诉我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我希望准佐阁下能明白这是什么地方。这是帝国的毒气试验秘密基地，是听使计划的核心地，不是你们大河帮争产好生的擂台。混蛋！你就是这样对你的上级军官说话的吗？对不起，可是我这样做绝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力，而是为了帝国的利益着想。如果华勇搬不出，那么天使工程将后患无穷，这不是已经被很多事实证明了吗？准佐阁下，恕我直言，你不是为了帝国的利益，你是为了你自己的恩怨，想挽回你们大和邦的荣誉。准佐阁下，奉劝你放弃这可怕的计划，这是引狼入室。为了保证仙人铺的绝对安全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我既然能够想出这个计划，那就说明我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。把他们引到这里，一举歼灭，永绝后患。我们不应该失去这样宝贵的机会，所以你的反对毫无道理。我的职责是保卫仙人铺的绝对安全，任何异想天开的想法我都不会答应，也不敢答应。你帮主，帮主，结果将军醒过来了。结果将军怎么了？由于数次失利，将军悲愤难当，他切断了自己的一根小指，以此来表示要歼灭华勇班的决心。失敬准佐的想法荒唐可笑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将军阁下，我的想法的确大胆，但绝不荒唐，还请将军听懂。我接起谢新俊的计划。什么？将军阁下，难道你不怕引狼入室吗？有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多谢将军阁下支持。上派在此异议，我们已经是背水一战，再也没有退路了。请务必捉迷计划，妥善安排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回铁军，还请你精诚合作，一举全歼华勇班。准佐阁下，你以为华勇班的人会那么愚蠢，前来自投罗网？不，虽然将军同意了您的计划，但是这只是一个梦想，是您的一厢情愿而已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好吧，我会全力配合准佐阁下的计划。不过他们不能进入仙人铺，必须在外围全部歼灭。不行，那样的话我的计划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报你自己的一技之长。除你心中那口恶气，仙人铺周围山神林密，如果不能全歼他们，如果有人逃跑，那仙人铺计划的秘密不就全都暴露了吗？仙人铺还有秘密可言吗？
电影胶片已经把这里暴露在了全世界的面前，不是吗？电影胶片不正是从你手上失去的吗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你挽回面子。好吧，我倒想看看你怎么钓这条大鱼，但是不想看到。 鱼死网破，那就请龟田君拭目以待吧。邱会长，你好啊！对不住，您是哪位呀？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这么快就不认识老朋友了？我是大河班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您是。 石井太君，是的，我想，请您再帮我办一件事情。您有何吩咐啊？去邀请龙战海和华勇班，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想夺回银碗的话，就来仙人堡跟我打擂，把没有完成的过五招继续比下去。我会和我的大河班在那里恭候他们。这。 怎么，有困难吗？不是不是，太君，不是我不帮您，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呀。桂公子，不是一直跟他们有联系吗？太君，这没影儿的事儿啊！我的儿子成天游山玩水的，到处去玩，我找不着他呀。程先生，我依然相信。 你会有办法做到的，拜托了，再见。班主，他能找到火药帮吗？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，就只剩下了等待，加强训练，布置机关，明确分工，严阵以待。嘿，老爷，这大半夜的啥事儿啊？ 说话呀！没啥，那我听你说大跑大跑的，是不是咱大跑又出啥事儿了？甭提他，这个孽障，死了倒省心。龟田君，请看，这里就是华勇版和龙战海的葬身之处。 大河帮，绝不胜，我对你们的记忆一点都不怀疑。胜负无关紧要，我最关心的是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斩尽杀绝。哼。 无论比赛的胜负，我们都将立于不败之地。我但愿你能大获全胜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龟田君，你看那里，这些地方全部都配有机枪，万一比赛失利，我也敢保证他们无一漏网。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想出好办法来了？头都想着了，也没想出来。就是，这都是你们这些有学问人干的事儿。我们这些大老粗哪干得了这个？能把自己名字写全乎就不错了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民族兴亡，匹夫有责。 来来来，坐下说。队长，我们找你还有别的事儿。有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大宝的事儿，我们想把大宝的遗体送回保定，送回家。
怎么送？一定要找个妥善的办法，通过我们在保定的内线秘密做好接应掩护工作。可是他父亲崇在德一直在给日本人干事儿，万一他要是不理解，一怒之下把你们抓起来交给日本人。他敢？他要是不招四六的，我他妈一枪崩了他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你要这么干同志们会增加。再说了，你们是送烈士的遗体回家，不能逞一时之勇，这更不是去锄奸。放心吧，我们有分寸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快去快回，一路小心。接着你们把大宝的烈士证带上，好好安慰他父母，告诉他们大宝是光荣的。是，去吧。大家请看，这里在仙人铺的外围，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在吕祖庙这里，这里，尤其是这里，这些地方一定要布置秘密的火力点，这个就由龟田君来负责。哎，核心地区实验室仓库车间，这个由我们来负责。所有的机关都已经布置妥当。那么大道君，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的浪人组了。嗨，敌人从这里进入之后会集中在吕祖庙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关闭大门，确保不能有任何人离开。在通往核心地区的街道两侧也要加强兵力，如果在吕祖庙不能全歼敌人的话，那么也绝不能让他们离开这里。哟西，遵守阁下的考虑周到，我为我当初的态度表示歉意。嗯，最后我请大家都准备好防滑服，如果之前的策略完全失效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杀手锏战无不胜的毒气去消灭他们。嗯，呀西呀西。嗯，这天气啊，越来越凉了。大宝这孩子从小身体就弱，也不知道他在外边会不会挨饿呀。这是他自找的。等他在外边吃够了苦，他就知道在家里当少爷的好处了。你还怕他不回来？我。老爷，太太，少爷回来了。啊，大宝回来了。这小兔崽子回来了，回来了怎么不来见我呀？这，哎，还怕我把他吃了啊？我是他爹。哎呀，老爷，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就别板着个脸了啊！管家，快带我去看看。回来，不许去，回家了不来拜见父母。反而让爹娘去看他，成何体统啊！老爷，你还是去看看少爷吧。咋了？咋了？我不敢说，去看了就知道了。老爷，你就别发火了，赶紧去，我这心里直扑腾啊！老爷，这小兔崽子不知道做什么妖呢。哎呀，老爷，咱快点吧，快点啊。
老爷，大宝，大宝，你咋的了？大宝，这是咋的了？啊！病了。大宝，这是咋的了？大宝，你醒醒，娘来了！大宝，程大宝同志，他牺牲了。什么？老爷，老爷，大宝死了！大宝，大宝，你不能死！大宝，伯母，你别太难过了。儿子，要死我！大宝是咋死的？鬼子拿枪把他打死的。你胡说！我不信！只是跟着你们的，是你们害死了大宝。老爷，你还我大宝！老爷，老爷，回头来，当心！你不该，程老爷，你咋不识好歹呢？那你有本事找鬼子算账去！我们好心好意把大宝给送回来，你咋还动上手了呢？你看，大师兄，这是咋说话呢？大伯，大宝牺牲了，我们心里头都很难过。但他是好样的，如果没有他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会被那个毒气弹给害死。毒气？你说啥？你说毒气？毒气是啥样子？你拿来给我看看的。鬼子生产的那个毒气，他要轰炸中国的大城市，祸害中国人。那个东西沾上一点就死，就算不死也会浑身溃烂。大伯，您想想，那得死多少人呢？我中过那个毒气，龙大哥也中过，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。程老爷，这个是大宝的烈士证，他是英勇的，是光荣的。我不要这个，我要你还我儿子。大伯，大伯，您看，这是大宝死之前让我交给您的。父母大人抬见，不孝儿大宝摇拜贵妻，儿昔日游手好闲，声色犬马，全然未知他人之苦，自入八路方知中华危如累卵，百姓置身水火，国人危如蝼蚁，想我崇家富甲一方，也难逃铁蹄蹂躏，父亲声名威赫，也未能独善其身，父亲委于虚名，也因身不由己，为儿多有抱怨，也因不明时事，上望父亲宽容，而投生抗日，保家卫国，终成最大之正业，望二老理解。二老年事渐高，尚且珍重，待儿斩尽道寇，光复中华，儿定重归妻相，尽心尽孝，广大家业，再振崇家辉煌。
宝，你总算是长大了，儿子。到上房，跟我说说，大宝是怎么死的？老爷，老爷，程老爷，大宝是为了帮我挡子弹，要不然死的人是我。我们炸了鬼子的大和坝机场，炸了他们的仓库，毒气弹也废了。你儿子可没少救人呢。这里都有大宝的功劳，中国人是不会忘记他的。程老爷，你儿子是烈士，是英雄，是大英雄。军分区专门为他召开了会，追悼的会。司令员让咱们永远记着他。鬼子的飞机场，真是你们炸的？真的。那鬼子毒气弹，他真要炸大城市？是真的。那晚上一撒出去，可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，见着人就得死。他们是叫咱们亡国亡种啊！鬼子占了我们的仙人铺，就是为了要制造那种毒气。